请收看慧律法师佛学讲座。修行佛道的人，你要一定要记住无争，还有很重要的心要柔和，要尽量的宽恕众生，忍辱，这个忍辱一定要通达空性跟无相，否则忍不下来。好，第十八页倒数第一行，增进法界性相平等，恒沙诸法同一体性，观诸法性无有二相，以不二相洞见十方。说我们呢，真净的法界是性相平等。性相平等，这平等这两个字啊，是站在好几个角度说。这平等呢、啊，透过空性的角度说它平等。啊，站在究竟的角度说它平等。站在唯心的角度说它平等，说它生灭的角度也是平等，说到刹那的角度，刹那变化的角度也是平等。譬如说唐朝，这只是个名词，你能指出唐朝是什么东西吗？观念而已，留下一些唐朝的产物遗物，可是那还是已经过去了。那么唐宋元明清，乃至于说昨天因为距离我们比较近，所以我们会执着刚刚过去而已，其实昨天跟唐朝是一样的，黑故于不存在的东西。所以我们的幻觉就是一种坚持执着，我们的幻觉会坚持的执着，这个执着的观念就是一直持续着啊颠倒，所以我们有轮回见，就是这样子。所以站在空性的角度是性相平等，站在唯心的角度，相是心性的影现，究竟义就是这样子。站在那么缘起无自性的角度也是一样，不管你站在哪一个角度，它到最后都是性相平等，不二法门，恒沙诸法通一体性，恒沙的一切法万法同一个体性，观诸法性，观察一切物质现象的法性无有二相。什么叫无有二相？因为毕竟空，绝对的平等就无有二相啊。比如说第一次世界大战过了，战况很激烈，站在刹那的角度它还是缘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也过了，美国空袭伊拉克，克林顿总统宣布停了，还是一样。所以这无有二相，意思是说，毕竟空的角度没有这种东西。以不二相则洞见十方，因为不二相，心就不会起心动念，对这个相上的一种观念上的执着，能够面对一切现象界，又可以超越现象界。那么这个现象界本身来讲是不可得，你今天的欢天喜地忧愁，这个都是多余的，你不需要忍耐它，因为本身就是不存在。而我们坚持的执着变成一种存在，那是妄想颠倒的坚固的东西。所以什么是修行？提起正念，
持续保持觉醒，觉醒的正念一直持续着，这个叫做修行。提起觉性，我们这个觉性一直持续的啊，不断，这个就是修行，没有其他的更好的办法。简单讲，持续的觉醒就是正知正见，正知正见的觉醒一直持续的，从来没有间断，这个就是大修行。但是因为我们会受到过去的烦恼习气，我们会受到向上的一种执着，所以断断续续，断断续续，时好时坏。正因为我们没有误入一心，没有，那我们没有回归一心，就没有办法进入平等的世界，就与佛结缘。要进入佛的世界，我们必须平等，必须不二。所以以不二相的洞见十方。为什么叫不二相？缘起就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它没有二相，所以就是不二相。如虚空相就是不二相。虚空有什么相？那唯是一相，一相就是无相。会故既然没有对立的衬托，对不对？你哪里有什么二相？虚空一相，一相就是什么？一相就无相啊，不然虚空是什么相？是不是？心性也是这样子，但莫着于一物，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啊。那么自性本自具足的体，这个大用自然就会现前。那么洞见十方，因为具足的般若智慧，洞见十方都是缘起，都是性空，不可得。所以这个佛法是放诸四海而皆准，不必报他方世界，在娑婆世界，你只要开采我们的自性，自自然然的法随处都可以现前，哪里都可以用功，可以找到真正的道场，就是无所住的道场。用一心门融会万法，一心门就是唯心所造，看到任何的相都告诉这里，这是我们的业感所显现的世界，这是业力所感所显现的世界。我们因为坚固的妄想颠倒执着，所以我们的情绪的变化很大啊，没有办法融会万法。那么万法都是缘起，都是性空，性空就是缘起，缘起就是性空啊，性空缘起不离一心。何以故？缘起法是业力所感的外在世界，性空法是觉性所产生的智慧的透视。所以外面的法性的空跟内在觉性的空，法性空跟觉性的空是不二空，没有两个空性，所以性相一如，性相平等，性相不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知一切法就是心的自性，你见一切法如果不清净，那都是妄想，都是妄想。简单讲，释迦牟尼佛也是跟我们这样活着，他的伟大的地方就是不着一物，不着一切现象界，他的伟大的地方就是这样子。人家骂他打他跟他吐痰，他也笑笑。大般若经也就说，佛陀快入涅槃的时候啊，一些恶心的比丘就唱歌跳舞，就说啊，在世的时候啊，跟我们治了这么多的戒律，束缚东束缚西，使我们没有办法自在。现在啊，这个昆陀沙门呢、要死了，我们呢、很高兴，就是说佛陀要入涅槃了，这些不必受到戒律的约束了，要骂他昆陀沙门，这还是比丘呢，一个伟大的圣者，还是他的徒弟，你看。所以很多问题不是佛本身的问题，是众生的问题。释迦牟尼佛他已经究竟解脱了，他要把这个大法、要交给这个后代的人，后代因为愚痴，因为愚痴受不了这个苦，乃有妄想颠倒自己的知见，所以毁谤批评圣人。因此这个事件就是这样子，很多问题不是师父本身的问题，很多问题不是圣贤的问题，很多问题这都是众生的问题啊！这众生的问题，就是
斗争来斗争去，为寡贵来寡贵去啊，然后都是产生一种散乱的心，哪个道场好，哪个不好，哪个好，哪个不好。记住，别人好不好不重要，我们一定要好。你对我好不好，这个不重要，我一定要对你很好。别人觉不觉悟，这不重要，我一定要自己要，一定要独立觉悟。这是我一生一世、生生世世的功课，我一定要把它完成。觉性是修行人生生世世的功课。你这修行就是修觉悟。别人再大的是非恩怨，不关我的事情。到我这里，是非全部平等；到我这里，善恶一律平等。我上课这么久，从来没有批评过任何一个法师，不批评任何一个道场。这是修行人最基本上的修养，连这一点的修养都没有办法，你没办法跨出去的啊。所以说啊，这一切法就是心的自性，现象界就是心的影现。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就是这个就是重要的课题。既然万法是唯心所造，那么我们用什么心来面对万法，这个是很重要的啊。我们要用智慧，般若的智慧面对万法，哎，不要让它被骗了。这一切法就是道场，山林树下，吃饭穿衣，行住坐卧，相本身就是体的影现。那么相本身是体的影现，我们做一切法，行住坐卧，在有为法里面契入空性，本身它就是无为法，这个就是真正的道场。所以道场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而不是在山林啊，或者是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所以这一切法就是道场，一为无量，无量为一，一是指自性，无量是指差别啊，差别的相啊。那么绝对的心性就是契入无量无边的差别相，无量无边的差别相不离我们的一个自性，就是这个道理。能所是平等的，能也空是所也空，能是指心，所是指境。心不可得，境是缘起，当然也不可得。心的觉性不可得啊，所的境界缘起也是不可得。这个心跟境本身就是不可得，所以平等是站在毕竟空的角度说的，是无二，是无别，没有什么差别的啊。真境是无相的啊，真智是无知，知是指分别。真正的智慧是没有分别才能产生智慧啊。比如说你今天对不起你，你这个火爆的个性，你愤怒，那就自信丢掉了，被无明掩盖了，是不是啊？被无明掩盖了。就像以前有一个人，新闻报道的，有一个人跟他倒了3000万，这个人有十几亿，倒了3000万，这个人非常的愤怒，非常的愤怒，持着枪去就把他干掉，干掉了。就是3000万他就是不还你，不还你。本来借他两个好朋友借他，他后来他也不还他，就是我把你当作好朋友，你竟然不还我。因为他太有钱了，这财产十几亿，拿个枪去把他干掉，结果就真的杀死他了。杀死他之后怎么样？抓去了，抓去了，抓去了，判死刑。哎，虽然他欠你3000万，可是你可以诉诸法律啊，合法的向他讨回啊。你只要有证据啊，有证据就办啊，对不对？哎，所以他十几亿、12亿啊，被人贷款了。借了3000万，还剩下11亿7000万，通通不能享受，通通不能享受，被抓去枪毙啊，对不对？这就是智慧啊！哎，如果是我们的话，你借款了3000万，我现在还有12亿，对不对？剩下11亿7000万，我3000万剩个水，一下子抽掉，放下。没还是利，不还啊是利啊！我们找合法的管道，只要我有证据，向法院诉诸法院，哎，这个好了，我们可以享受后半辈子的人生，可以享受11亿7000万。那我向你讲，为了这3000万打死他不值得，这个就是智慧的功夫，重要，很重要的智慧。我们往往一年一点点的妄想，一点点的是非，放不下。
啊，把自己本来很简单的东西变得很复杂，也把复杂的东西变成很简单。我们要一定要把复杂的万象变成很简单，万法唯心所造。哎，你钱要借他，你就不要准备讨回来啊，不要为了一个不好意思讨不回来在那边哭，对不对？你没有这个必要，用一点智慧，没有这个能力就要勇敢的说不。为什么不说呢？对不对？打脸子充胖，这个不是我们所赞成的生活方式啊。释迦牟尼佛早就对金钱规划好的两分，哎，储存起来。比如说你一个月赚10000块，他叫2000块要储存，2000块要做啊、这个慈善布施出去，6000块要做你的生活费。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安排。在家居士如果一个月10分啊，1/10要储存，1/2要做善事，种下一善因，1/6要拿起来做生活，因为你一定要面对这个现实的生活。这样子的安排，不要有记忆之想，哎，不要有颠倒见啊，不要超过你能力的享受，这样日子过起来就会很舒服，很舒服。其实啊，佛陀告诉我们，我们把自己难倒了，我们难倒了自己。哎，为什么？欲望太多，妄想太多。啊，底下是能所平等，常住于相，一相就是绝对的相，无相的意思就是一相，心就是万法，万法就是心，心境是不二的，心境是不二的。哎，所以说你的感受是什么都叫做妄想，你要一切法无所受就是正念。为什么境缘起不可得，妄想也是缘起不可得，只是一个有形一个无形的，所以心境是不易的。如果我们保持如如不动，了解毕竟空性的道理，心跟境是都是真如，无二无别啊。哎，没有二相，也无所谓的分别相，真境是无相的，真智是无智的，无智就是不分别，真正的智慧是不分别，即智即境，智就是境，境就是智，境智不二，体用一如，啊，体啊就是我们的心体，用就是不可思议的妙用。一如就是啊，如如不动。这意思就是说，无量的种种的相所起的作用，都是保持一颗如如不动的心，叫做体用一如。体就是究竟的觉性，究竟的觉性就是无形无相的究竟觉性，一起大用。那么虽然起大用，还是如如不动。换句话说，你吃饭、穿衣、睡觉，统统保持一颗觉性，保持一颗正念，持续的正念就是修行。修行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持续的正念。穷离尽性，穷毕竟空的离，尽一切啊，尽究竟的心性，几乎涅槃，究竟涅槃，几乎就是究竟涅槃，涅就是不生，槃就是不灭。色空俱泯，无所谓的色，也无所谓的空，因为色即是空，缘起就是性空，俱泯通通放下。俱泯的意思是站在这个无相的角度说，意思就是说你啊色法汇入空性，那么连这个空性都是一个名相，因为真正的境界是连空性都不可执着。俱泯就是色空啊，那么是不二。没办法去说啊，有一个空，如果找了一个空又变成自性见，那么净智也是圆融的，色空是不爱的，色法就是空法，空法就是色法，是无爱的，净智是本身是圆融的啊，圆融的获得大自在，在万法当中不生二劫啊。为什么不生二劫呢？如果有妄想就生二劫，因为二就是对立的意思啊，比如说啊，这个人啊，一些对我们不错，我们说这哎他不很好；有一天对我们不好，我们说他很恶劣，啊，这个就是生恶见。
对我们好跟坏本身其实不可得，在我们的心性的深处里面，我们不着一相，不着一相，一万法当中不生二解，因为本身不可得，你只要尽力就好了，尽力就好了。哎，说我们打八关斋戒的老菩萨说：“哎呀，师父，我不能拜，不能拜没关系，你念佛。”那说：“啊，师父啊，我也，哎呦，有烦恼啊，有烦恼啊，就打八关斋戒还是有烦恼啊。”哎，啊，那总是好的呀。人家打八关斋戒总是在你家看电视好很多啊。有烦恼啊，现在结个善缘也总是好的。我总是鼓励你，尽可能来打八关斋戒。你在这里啊，虽然呢心还没办法解脱，毕竟先解个善缘，修行不是像吃饭这么简单的，没有那么简单的。什么是修行？训练你这颗散乱的心，使它趋入于极境，就叫做修行。修行就是训练，海军陆战队的训练，两栖作战部队的训练，进可攻，退可守，这个就是修行。进可攻就是智慧现前，退可守，安然寂静，两栖作战部队一样的道理。修行就是海军陆战队的训练，它训练你的内心里面一动全部都是般若智慧，一静全部都是寂静涅槃，寂静涅槃就是体，般若智慧就是大用，何以故？大用就是体，体就是用，所以不生二解，虽然一切作用不离不生不灭的体。因此我们要了解，你来打八关斋戒，我们还是要认识一点心性。那么如果是不认识心性也没有关系，就是执着一心念佛，一心一意的念佛，一心一意的念佛。念佛总是有好处，开悟毕竟是很难，毕竟是很难，是不是？所以说啊，没有那么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提出来的禅宗的还没有一个可以解答出来的。到那一天我说要赏金一万，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来我的客厅有一个人打内线来，哇，那个差很多了底下诸法平等，本质如耳，万法本来就是平等本质就是这样，本来就是这样子。万法是一相，一相就是无相。如果我们实在是弄不清楚，我们要慢慢来观照。其实诸位，我们本身自信的智慧统统记住譬如说这一堆美女，或者是这一堆俊男，你统统把他叫他们衣服裤子全部脱起来，去脱这个烘干机里面干尸对，尸体把它弄死把它烘干，烘干以后就变成什么都没有，再把它磨成粉末状，风再一吹，所有的衣服再火化，就什么都没有。什么俊男什么美女，到现在一味通通平等，火化以后骨灰放在一起，你分不出到底是谁是谁的，这个哪个这对骨灰比较美，这对骨灰比较不美，通通没有了。你对他很恶劣的观念也没有，他也不存在。这个就是很不得已的分析法，对不对？如果智慧够的话，就会回归现前一念本质，记住的透视的功夫，本质就没有。本来诸法就是平等，本来就是这样子，无所谓的冤，无所谓的亲，在亲近的人还是有一天会死，对不对？所以诸法平等，本质如耳，本来就是这样子没有什么好执着的。假贺假外拢是感官，万法是一相回归到最后就是这样子，是一相就是无相所以我们用无相的角度来说，万法就尽通是不昏不散不要昏沉，你不要散乱不要散乱，不要昏沉，你不要掉举散就是跟掉举一样的啦，心定不下来，寥寥长之寥寥就是我们内心里面念念常常观察觉知念念观察叫做寥寥常知色就是指事相，或者是指境，或者指用，空就是理，或者是性，或者是智慧，或者是体。
那么这是阐色空，阐就是说明，阐述这个色跟空是不异的，没有什么差别的。见一切的有为法的色相，其实它就是毕竟空，这没有什么差别的。即是就是理，即是就是理，是性相，是平等，净智一如，净智一如，体用不二。一差别中见平等，一差别中见平等。所谓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性圆通一切性。学的佛法真好，真好。我如果早学佛法的话，啊，我的烦恼不会那么多。众生他没有学佛，或者是有学佛，自觉性不够，他就会在这个假象里面打转，是不是？啊，所以以前啊，就是交男女朋友的时候，哎，他要是说生日没有送礼物来，他就会生气。那你想想看，送一张卡片来，送一朵玫瑰来，送几朵玫瑰来，然后送一个蛋糕，那你想想看，这张卡片到明年就旧了，到一年很快就过了。啊，然后再来那个蛋糕一吃下去，吃完，哎，胃肠不好，落晒。生日就是这样过，哎，不来做生日的时候就是生气，可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因为生日就是死日就快到了，做一次生日就少一年了，死日就越来越接近了，也没什么好快乐的，看你站在哪一个角度说，对不对？啊，是不是？有的人更疯狂。于是他希望气氛，是不是？买了999朵玫瑰送他的女朋友，花了30000多块，正贵的时候，你看这头脑有没有，头脑没有坏掉？999朵玫瑰放一个礼拜就烂掉了，为什么不包现金给他女朋友？对对，如果是我，我才不会这么笨，我一定拿一颗。一只就好，玫瑰花，一只玫瑰花里面30000多块，你是我的唯一，这颗送给你，然后这是我的诚意，30000多块请你拿去用，我不要拿999朵玫瑰给他，然后烂掉，这大脑有问题，对不对？为什么不会像我活得这样很面对现实的人，怎么会那么笨呢？然后一个礼拜以后，玫瑰花全部烂掉，30000多块报销，头脑头壳有问题，为什么30000多块不会到我的靠泽来宾？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生活了，说实在话的，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因为钱是妙用现钱啊，买什么都可以啊，对不对？你玫瑰你就不能做什么啊，你总不能摸了999朵玫瑰跟人家讲这是我女朋友送的，或者是我男朋友送的，这没什么意思。所以不要挖，他们还是比较不会火。底下呀，与差别中见平等，就是差别就是万法，啊，平等就是一。所谓一法遍含一切法，一性圆通一切性，是万有的本体，是诸法实相。万有的本体是诸法的实相，也就是法界性，也就是涅槃性，涅槃性。那么法界性就是不生不灭，涅槃性就是不生不灭，真如的妙性法尔是横遍呐，啊，所以佛陀是真理的发现者，不是真理的创造者。他发现诸法都是缘起，都是性空，他悟到真如的妙性，遍一切法，即灭湛然，即灭湛然，意思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都是多余的。变成一种负担，久而久之执着就变成一种负担。湛然不动啊，即灭湛然，常住不动，是吧？不生不灭，不净不生不起，不净不灭，万法一如，毕竟平等。所以看到这个，我们就看到英国的王妃戴安娜，那当时都结婚啊，跟那个伦敦的王子，是不是从此过着不幸的日子？你故事都是这样演的啊，那个王子跟王妃从此过着不幸的日子，对不对？王子常常在偷吃醋啊，也去抓到，这样我要起死不要，他原来去偷吃啊，对不对？那么这个戴安娜王妃啊，其实就是被这个记者害死的啊。然后这个结婚的时候，哦，那个用那个国礼啊，
现在消失了，当然了，王妃不在了，留下两个小王子，就留下两个小王子。看看这一句，你就会体悟到，不生不起呀、不尽不灭呀、无所尽，因为妙用一定亘古现前嘛，不灭，不尽不灭是指自性了，不生不起是指也是指自性了。万法一如是指性相啊，毕竟平等是毕竟空的意思啦。极静一位，其意思就是没有这些万法千差万别的情绪啊，没有，你不需要为这个万法的假象啊、贪嗔痴啊一直动念啊。为什么？毕竟无体啊，你要找到这样子，实在是找不到啊，对不对？你要找到这样子，实在找不到，毕竟无体啊。可是众生就会把它当作是有体啊，有体啊，本来就极静啊，本来就极静啊，自性就涅槃啊，本来就极静，自性就是涅槃，可是众生呢不知道，众生不知道，所以有一个居士啊告诉我，说呀有一个法师比丘尼啊，就说那长得很庄严，那。他这个还没出嫁以前呢，就做这个百货公司的小姐。那后来呀、这百货公司小姐就出家了。哎呀，这暗恋他的一个男孩子啊，就到那么寺庙里面查出来，是寺庙里面去哭，哭得半死啊。说他爱他怎么样啊？然后那个比丘尼看他来就跑掉了，两个人的世界就差这么多。他觉悟到生死无常，对不对啊？这个是世间的凡夫。他认为结婚就是唯一啊，他不晓得还有修行这条路，是不是？那么如果大修行能悟到，就极静一位了，毕竟无体了。何况人家已经出家了，本来就是极静啊，就是自性涅槃，本来就是清净啊，各住本寂，就安住在每一个角度，安住在每一个人的不同的千差万别的相，你活你的。但是毕竟空，他活他的也是毕竟空，彼此互为因缘也是毕竟空，各住本寂啊，本寂也就是自性的意思，各个安住自己的自性，根本性理哦，这个比不好解释啊，根本性理啊，根本之性啊，本离一切妄想执着啊，根本性就是加一个知。根本之性，我们呢究竟的清净自性，离要另外解释，本离一切妄想，本来就离开一切妄想，是根本之性，本离一切妄想。那我们根本之性就是自性啊，清净自性本来就没有一切妄想，性本来就是解脱，诸法的实相是真如一体，始终是如如的。是没有障没有爱的，有障有爱就是因为着相，有障有爱就是因为着相，着相啊，亘古亘今，亘古亘今呢、就是极古，南极北极的极啊，从古到今呢、是不变不坏，自性是不变不坏，言以道断呢、心行路绝，要用语言去说。一开口就断掉，你是道断，这怎么说都说不上来，言以道断，用语言没办法，用语言没办法道，道不出，心行路绝，用这个心去分别去思维，思维不到，这两句就是不可思不可议的意思，言以道断就不可议，心行路绝就是不可思自性就是不可思议，要离一切相，以言相文字相理分别故，平等普遍无所不至圆满十方，当然这是指觉性啦，觉性一出无所不至又圆满十方，在这之位也是佛，也是佛，你我都是平等，在禅不垢禅是指这个众生的这个束缚，在束缚烦恼的众生呢也没有污秽，清净的自性，在禅的凡夫也不会污秽，离开了烦恼的圣人也不会增加他的清净，因为他是无相，
所以在禅的凡夫不会污染的清净自性，除了烦恼的圣人也不会增加自性的清净。入圣非得，出流入流非得，出流非失。入流入加入底下加一个圣，入圣流就是出国了，入流就是正出国了啊。入圣流也对自性也没有增加，没有得到什么啊。出流出圣流离开了圣人啊，自备也没有失去。所以这两上面一句叫做在圣不增啊，底下一句叫做在凡不减。入圣非得，就是在圣不增，清净的自性在圣人来讲没有增加，就像虚空，不管你用什么东西去粉刷去增加，都没有办法得到什么东西，增加什么东西。哎，虚空你烧它打它啊，杀它开枪用大炮，它也不会减少。出流非失，出这个圣流，那么出圣流就是凡夫了，那么就是凡夫辈也没有失去清净的自性。离诸对待，对待就是能所，能缘的心，所缘的境，我们一定要放下。这个离不是远离，是放下。我们一定要放下眼耳鼻舌身意所面对的色身香味触法，因为那是短暂刹那不可得的东西。保持一颗正念，不要被颠倒见所执着了。是离诸对待呀、不住浮脱，也不执着束缚跟解脱，因为本来无相嘛。啊，着相才有束缚啊，着相才有所谓的解脱啊。很多无相的话，没有所谓束缚跟解脱。诸法本质即灭，加本质两个字，诸法从本以来，它就是不可得，不可言说。啊，说诸法本来就是即灭。不可得，不生不灭的东西不可言说，你讲什么东西都不对，因为我们要借着物质现象才能讲，要不然借着妄想才能讲。现在物质现象也不是，妄想颠倒见也不是，那你怎么说呢？凡所有相皆是希望，凡所有相都是离开语言相、分别相、差别相，那么当然不可思不可议了，不可言说。一位一相是一位，究竟涅槃，无漏是无为，漏就是烦恼的别名，就无所谓烦恼啊，无为。那么有为就是生灭刹那，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啊。那么无量是无边，究竟涅槃一向因为的清净自性是无漏，没有烦恼，无为就是不生不灭。那么无量是无边，何以故？它不是量，因为它无相啊。那么无相就是无边，没有一个止境，空相常片，这句话很重要，同于真迹。你修行就这八个字下手，你就证果。见一切相，化跟虚空化等号。看到花如同虚空，不可得；看到你这色身无印，如同虚空，不可得。你现在住好的，如同虚空，不可得。随缘度日就好。你今天很漂亮，很丑。你都告诉自己无印本空，不可得啊，不可得。现在拜咱都看不出来很宽呢，对不对？哎，因为长得丑也不是你的过失，但是你也不要出来吓人。哎，尽量看不出来去让惊到哦。现在拜不是你的过失，但是卖出来惊人哦。有的是有的，有影星座真歹，确实有影。我看到我都感觉遐歹咯，我都无分别心的人看到嘛是感觉遐个有影有歹。我偷偷来甲讲，我滴有影有歹，尽量较慢出来，点么出来较用功呢？歹嘛有歹好处啦，吼、哦。一下空性常片，统一真迹啊！如果你用空性去转动你的觉性，你处处无障碍，你也不会跟人家争论。也不会说按一个谁是谁非，世间没有谁是谁非了。每一个人讲起来，他都认为自己是对的，谁要说我是不对啊？两个兄弟起争执，老板起争执，夫妻起争执，你认为两个为什么会起争执？就是因为两个人认为自己是对的才会起争执。
那我就讲啊，拍摄我唔对，哎呀，我唔对，佮讲某，哎，都无一般道理，对不对？两个夫妻一吵架，就是坚持自己是对的，没有一个说哎，拍摄我唔对，但是我嘛要甲你推，安尼，迄个真阿爸吼，对，其实算真阿爸，对不对？啊，所以空性的长片同一真迹，啊，差别之相了不可得，就是千差万别之相了不可得，没有这些相。所以如果说你怕死的时候，你想想看，啊，汉高祖刘邦也死，唐太宗也死，明太祖也死，忽必烈也死，成吉思汗也是死，啊，柏拉图也死，亚里士多德也死，孔子也是死，孟子都要死，那你怎么不死呢？对不对？在我怕死的时候，我就会想想，这些高僧大德都走了，我就想到印光大师、弘一律师、虚云老和尚这么有修行都死了。我留在世间，何况我们这个没有路什么路用的人，啊，那怎么会不死呢？还是要死啊？啊，就不会觉得说我会很怕，对不对？他想想看，我死了以后来极乐世界多好，脱下这个肮脏的色身，变成金光明身来做莲花，多好！哎，就开始想好的一面，所以就面对这个死亡，就不会那么恐惧了。要面对死亡要有一颗健康的心态啊，没有健康的心态会恐惧的，会恐惧的。所以这个千差万别之相是了不可的，如的法性相如实际啊，如的法性就是不生不灭了，就是不生不灭了啊，如的法性相如实际啊，相如实际，如是法相名大涅槃啊，注意听，相如实际，如的法性，那么这是一空性，相如实际，所有千差万别的相，如同法性的实际，就是这个意思。相如实际，如的法性，那么所有的相又像如的法性。这是如法性是讲性，如不动的法性是讲本体。如果本体不动，那么相也是不动，相如实际，所有的千差万别的相，它就会像如法性的实际。所以如法相名大涅槃啊，如是法相名大涅槃。为什么？因为法相就是不无相啊，啊，此则性空是名平等，于性空当中而无所求，以平等当中不见平等。哎，以平等当中不是不见平等，是见平等不照平等之相，这是这个意思。不见平等的意思就是没有平等的分别心啊，平等是对不平等讲的嘛，是连知道那个平等只是境界啊，平等是一种心性无相的表征，而不是平等对不平等的观念。所以在这里说，你以平等当中真正的无相的功夫啊，但是呢他没有着平等之相，所以就是不见平等啊。甚深忍中啊，为什么甚深呢？因为是深入的这个法的这个深处去体悟到不可得毕竟空，所以甚深忍中皆不可得，就是如果你还有对法上的啊错谬，或者是对相上的不可忍，这个通通要体悟到不可得，那么这样体悟到深处叫做甚深忍中啊，皆不可得。以彼本来性清净故，他本来自性就是清净故，啊，本来就是性清净故。此显法体啊，就是彰显宇宙万有不动的本体，也就是诸法空相。以彼本来性就是清净故。清净的本性当中本来就无一物，也无所谓的戏论，戏论就是无异于生死之言，言语叫做戏论，就像外道啊，就像外道这个戏论啊，如果按照世俗地来讲就是说啊，开玩笑，但是其实不是这个，凡是无异于了生死的通通叫做戏论，通通叫做戏论。戏论简单讲就叫做方便论，不究竟的就通通叫做戏论，包括二圣人也叫做戏论，
不得大涅槃。清净性中本无一物，本来就没有细论，究竟无垢啊，本无杂染呢、啊，自性清净也无所谓杂染，究竟一相就是无相了、啊，不受不着，把笔拿起来，不受就是不受一切法，不着就是不着一切法，这两字呀，用得着的话，处处是极乐世界，不受一切法，我们不是苦受。你要离远离自己五个受，苦受、乐受、忧受、喜受、不苦不乐受，你要离开这五种受，因为这五种受都是妄想，苦、乐、忧、喜、舍，通通要放下。不管你今天活得多苦，乃至于病苦、残废，乃至于重病。都不要动到一个怨恨的念头，因为这是业报身，自己造的因果，自己感受的业报身，不明万谈，因果何里为万谈者，因果不必怨恨。第一个啊，如果你今天色身很好，你也不需要很快乐，因为它是无常。乐受要放下，苦受要放下，忧受要放，忧烦恼啊。烦恼怕天塌下来，为名啊、利啊、色啊、男女感情弄得焦头烂额，跳楼自杀。所以为什么每天我一定要看报告新闻？所以你为什么要看报告新闻？看众生的无知，来告诉警惕自己，警惕众生，不要像他这样子。哎，你前几天有一个啊国中生，哎、啊、爱上一个老师。哎，结果没有，老师不欣赏他，拒绝了，哎，跳楼，错开，国三而已啊，国三而已，你看看，对不对？他还不晓得还有一个比他老师更可爱的，就是慧法师，在等他，有佛法吗？你为什么要，对不对？啊，天下何处无大树，何必单恋一棵树呢？你的老师不欣赏你。来呀、啊，我欣赏你呀、啊，你来叫他来呀、啊，来学佛啊，对不对？这个就是忧受太极端的时候放不下，没办法啊，爱不到死掉了，老师结婚了爱不掉跳楼自杀，这女孩子也不是长得很丑啊，是不是？终身了没有学佛就这样啊，这样，所以说这些人家就叫这个警察，有一个警察局局长出来访问了、啊。警察局局长、啊、就说啊，人啊要珍惜生命啊，我们不要稍微一下子想不开就跳楼自杀。我告诉你，讲这个没有用的，这个不是你劝告他有用的。你不懂佛法，从釜底抽薪的解决内心里面的愚痴，是一直对变为鬼。所以这个只要你没有碰到佛法，不管你是大歌星、大明星、大政治家、大哲学家、哈佛大学的超级的博士，我们学历分几个阶段：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超博士。我们整个全世界的学历分七个阶级，七个阶级。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硕士、博士、超博士，那七个阶位，你就是叫超博士来，他也是躲不开，躲不开，对不对？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说啊，要不受一切法，不忧很难；要不喜，哎，也不必喜，不必太过快乐。啊，就像现在耶诞节到了啊，耶诞节到了，哎，有的人就是很笑啊，彻夜不必睡觉啊，吃这个什么火鸡大餐呐、啊，啊，一天吃到4500万只的火鸡呀、啊，啊，就是这样子，哎，乐，然后为什么不睡觉，然后开香槟庆祝，然后牛。